已经知影讲，这个问题袂使撒予族群文化的问题，这应该是当初是迄个时阵，吼，咱台湾的社会已经受到这个吼，政府因为这个贪污情形非常的严重，所以是一个爆发点，吼，咱应该讲这是一个人权的问题，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啦，吼。那今嘛咧，吼，是毋是来邀请到，吼，今仔日咱的这个，这个展览的这个大家长，吼，咱的台北市政府郭文铁市长。本身咱知影伊嘛是一个二二八事件的这个吼受难者的家属，吼来甲咱秘书讲话。好，各位贵宾哦，